哟，画画呢？画的什么呀？人不人鬼不鬼的？小孩子嘛，瞎画而已。什么人不人鬼不鬼？我才是抽象派，你懂什么？还抽象派？你这明明就是乱涂乱画。别以为我不懂。你懂？那你跟我说说，我这个画是采用什么画法？什么笔锋？什么配色？装什么装？连这儿都不懂就敢在这瞎叭叭？哪来的会难劝？就你这知识储备量，还跟我 battle？ 弄个班再来吧，别耽误本艺术家继续创作。你的孩子怎么跟大人说话呢？啊？有没有家教？你无就指指点点，到底是谁没家教？